To Balloon, I can do reservation for you. 这也是一种享受啊。Hello。啥还煮着呢？嗯，出去了可能是。哇，这边漂亮是吧？看一下这天也够蓝的了。哇，今天天气真是太好了。在这儿住的话，如果明天天气还是一个大晴天的话，我感觉这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我们在的基本上是制高点了。哇，看一下，不知道哪儿。你就找一个没有窗的就是了，应该。Nobody。这边基本上都是土耳其语了，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个点儿都在打扫房间。啊，那上面那个也挺高。对。OK。啊，他给你找呢，应该找就没有窗的。没窗的最便宜的是400多，我们订的是256，加上税是258块钱。啊，就是这个房间，这是没有窗了，是吧？嗯。啊，大哥，这还有旅行线路。教你怎么玩，可以拿一个行程单看一下。啊，这样的房间就得带一个窗子，就得400多块钱。但是你要是过来旅行，还是可以的，能接受的，是吧？一般我们旅行就是10多天。这就已经很不错了，258块钱。我是非常非常满意了，但只不过就是我们要是在其他地方，大概能住2天半这个价钱。哎，奢侈一把吧，我们都没坐热气球，是吧？这酒店钱200多，怎么也得花，其实还真不多。我们再上这边来看一下。风格还不错，看着挺大呀，这四张床，这房间挺暖和的。旁边那家高，旁边还是一家酒店，是另一家，也不错，还有一个大摇椅，这也是一种享受啊。上面是餐厅，地下有雪，挺滑的。啊，我们房间应该差不多了，我们送了行李，送到房间里面，就出去。旁边好像有室外的博物馆，我们过去看一下。嗯。We have available upstairs room. You can choices. You can take upstairs one. You wanna see? Let me show you. 来。来，去看。breakfast. Breakfast. Upstairs. Upstairs. And tomorrow. Tomorrow. You wanna see the balloons? Balloon. Balloon.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upstairs. 啊，可以在上面看。Yes, you can. You can take pictures. 啊，好。OK. Or if you wanna go to balloon,
I can do reservation for you. 啊，他你要是想坐热气球的话，啊，他可就以帮这你。个预定。对对对，哎那。Or tour, green tour, red tour, just tell me. OK. OK OK。看看服务多好，这回还给我们一个带窗的，给我们一个带窗的房间。这个房间比较大，我们是找不到灯啊！哇哇哇哇哇！还有浴室，还有泡澡的。哇，这个大呀，这个好啊，这个200多块钱花的值了，给我们升级了。对，这就属于大套房。哇，这房间是相当满意了，相当满意了，给我们升级了。258里的，人民币就是打九折。107号房，